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うんたんです。僕はルーちゃんより先に熊本に行きます。今日は東京での最後の晩御飯です。最後の晩御飯なので、私たちがよく行くお店を紹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。なので、今日の動画は、東京での最後の晚御飯。大家好，我是陆蒋。今天我跟文当要去吃我们在远距离之前的最后一个晚餐。最后的晚餐呢？对，因为都是最后一个晚餐了，跟文当就想说一定要吃一个有意义一点的东西，所以就决定带大家去吃我们两个很常去、文当非常非常喜欢的中华料理店。不卖也有呢。就是这一家中华料理店，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活动，每个礼拜二的话就是饺子半价。这家店在二楼，所以每次都要走这个狭小的楼梯。谢谢吗？你俩坐脚上那张桌。不是你们俩今天怎么在那个搬家了？今天住一天？对呀、这是他们的菜单，我们就来点我们平常最常吃的给大家看。哇，不持久，不持久。文当最喜欢吃这个豆干丝了。吃什么？文当在这次之前都没有吃过豆干丝，他就吃过一次之后，整个就迷上哎。日本人食べないからさ、勇気出して頼めないんだけど、ルーちゃんが美味しいよって頼んでくれて、めっちゃ美味しかった。我们这次点了一个豆干丝，对，还有一个红油水饺，一个海鲜春卷，这个春卷超级好吃。めっちゃうまいよね。いろんな海鮮入ってる。しかもめちゃくちゃサクサク。そう、しかも中の全部プリプリ。对，还点了一个小笼包，还点一个牛肉炒饭，他们这个量都超多的。其实文章本来都没有点这牛肉炒饭，结果点一次，哦，也是整个爱上。めっちゃ俺一番好きだよ、牛肉。じゃ、台湾の調味料あるじゃん、八角。あれが少し使われてて、すごい味が染みてて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。那个超好吃的嘞。因为我跟文章是在离开东京前最后一个晚餐，所以他们就送我们乌龙茶，平常是没有的。拜拜。这里的乌龙茶很好喝哎。在等菜的时间，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氛围。很放松哦，感觉跟客人的关系都很近，在日本很少这样的店，比较没有压力。然后因为有很多上班族是来这里吃午餐跟晚餐，他们就有推出定时，定时就是有主菜、有饭、又有甜点跟沙拉，点定时还蛮划算的。这个就是文当吃一次整个迷上的豆干丝，要跟它的酱汁稍微搅一下，我觉得吃起来跟台湾的味道很像，真的还蛮好吃的。这个日本卖一盘400日元，台湾卖一盘30块。嗯，好吃哦。これこれ、めっちゃうまい。ちょっとレモンが入ってるのがめっちゃうまい。还一点，来你讲来几只啊？因为这个没有日文，所以文当都叫它豆腐面，豆腐做的面这样子。日本にないんだね。最后一次吃，感觉有点寂寞哎。ルーちゃんいいよね、まだ1ヶ月食いに行けるから。いやでもフーちゃんと一緒じゃないと意味ないじゃん。なんで？一緒に食べたいから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我们的小笼包还有牛肉炒饭都来了，这个牛肉炒饭炸好吃，它里面这个牛肉吃起来像我们台湾牛肉面，牛肉都很大块，他们的饭量都超多的，我们两个人来吃这样刚刚好。看这牛肉多大块，これ台湾の味なんやろ。そう，这个牛肉炒饭完全就是台湾的味道。这个牛肉炒饭里面就是有牛肉，还有一点青江菜，还有一点芹菜，还有蛋，真的是很好吃。还有小笼包，这小笼包也是汤汁超多的，虽然说它的皮没有到很薄，可是我自己喜欢吃皮呀、所以就觉得很好吃。看汤汁整个漏出来。我讲小笼包好きだもん。好吃。海鲜春卷来了。来啦。これうまいんだよな。这超好吃的。看文当吃小笼包。高くて甘みがふわって。很好吃哦，甜甜的。这个春卷是600日元，他说里面是有螃蟹啊，很新鲜的虾子，所以它价格没有这么便宜。可是我觉得很好吃，是我在日本吃过最好吃的春卷，蛮值得点的。然后我们的水饺也来了，水饺感觉好辣。这个其实是我第一次点，好紧张哦！我来吃吃看这个红油水饺，这是甜辣酱哎，天哪！これ台湾の特別なソース美味しいよ。
あれ頼んだことなかったっけ？ない。全然辛くない。美味しいよ。エビチリみたい。完全是甜辣酱，超酷的。春卷炸好吃。我讲这个地方。越南的就那个。エビとかイカとか入ってるんだね。这个春卷一定要搭这个辣酱，就跟提味的效果。我们两个只要吃都一定会沾这个红酱。なんかプリプリやね。文旦爆吃，看起来扁扁的，可是没有，它吃起来是很厚实的。文旦会按赞每个留言他 Instagram 的人。他每天都是这样。全部ちゃんと読んでるか。你以为你是明星吗？好恶哦！你猜我？我俩，我那个瑞江，你还在说一下？那个，那个啊！文大卫说两年前他送我的生日蛋糕，今天吃到有口袋卡哇伊酱，给大家看，这个是文大卫 Instagram 滑到的。一緒じゃない？一緒じゃないよ。这个是文大两年前送的。ほら、むしろこっちの方が可愛い。見て、ルーちゃんって書いてある。这个超没 sense 的，好不好？優しいわ。ありがとう。这里的甜点是杏仁豆腐，上面就是芒果酱，这一道也是超级好吃。这个饭呢，めっちゃうまい。うまいよね。芒果がね、めちゃめちゃ美味しい。这个也是我们差不多来这家店第四五次的时候，他就每次都会给我们。我们虽然没点，还所以给都没有算我们钱，对我们很好。あんまり杏仁豆腐好きじゃないんだけど、この杏仁豆腐マジうまい。而且因为这次是我们最后一次吃，他给我的量好多、哦，很感恩呢。サービスでかいです。超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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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两个人一起在这个餐厅最多话。讲那个讲。咩？See you next time. Bye bye. Nice. Okay. I'm okay. 回家啦。回家啦。回家了。再见哦。好。有机会再来啊。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你真的很好吃。100。他们很好笑，每次说他们东西很好吃，他们说还好，哪家店都一样。很可爱。今天就是我跟文丹在这家店的最后一天了。今天最后的晚上。这家店本来是朋友推荐给我们的，结果我们吃了就觉得很好吃，之后就超常来的啦，所以推荐你们也都来。笑什么？面白い。那本当この中華はね、美味しい。本格的、すごい美味しいんで、皆さんも来てください。本格的わかるか？本当に。わかる。我们文达现在超喜欢吃中华料理，尤其是台湾料理。应该很少人会来日本吃中华料理，但是可能住日本的人啊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我还蛮推荐你们可以来吃这一家的。好，这样子，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See you next time。哎，我吃，拜拜。我跟文当来书店看熊本的观光书籍，我们接下来就要成为九州熊本达人。熊本都是好笑。
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。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。